天我们这一讲讲山石的画法。山石的画法，古代人把表现山石的画法的笔法称作皴法。皴法就是这个皴字。这个皴是北方寒冷地区人们在冬天被冻伤以后产生的皮肤表面粗糙的效果，而沿用到去表现粗糙山石的这样一种意象的。而古时候人是通过彼时彼地，他们去观察大自然，心领神会以后，用这样的语言去表达各种不同的地质地貌而产生的技法。面对变化万千的大千世界，这些皴法尽管有好几十种，但是也不能够把大千世界的这些个无尽的变化而表现完全了。那么就通过我们自己学习了古人的这些个表现语言以后，自己仔细的去观察大自然，去创造更丰富更能够表现你的感受的新的皴法，这是宗旨。而皴法尽管是有好几十种，我们总结起来归纳它只有三种。一种是线的皴法，一种是用笔的侧锋表现山石的不同的面块而去塑造它的体积，这样的一种皴法。另外还有一种是点的皴法，点的皴法是表现江南的烟云变幻的地面地表植被很丰厚的那样一种皴法，是点的皴法。下面我就给大家注意的示范一下线类的皴法，也就是以披麻皴为典型事例的泛属于披麻皴的一些个皴法。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长披麻皴的皴法。所有的披麻皴画山石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山石的结构画一下。好，我现在就开始画一下山石的结构。这是一座山，这是一块石。这是一个远处的山。做示范性，做示范，以它为一个基本标本吧。长披麻皴是在山体的基本结构里面做长线条的处理。这种画法，元朝人袁四家的吴镇经常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皴法描写南方裸露岩石比较少的地方的山石，在画的时候注意我们画的线条既不要平行也不要交叉，以表现山石的体积和山石的起伏。这里山顶上略有一些个由于水土的冲刷而留下来的石块，增加一点变化。在画披麻皴的过程中，要适当的用一些擦笔，擦，这是笔法的一种。擦的时候一定要擦出笔痕来，擦出用笔的笔意来，笔的意蕴，不是任意的擦。我们近处石头的皴法虽然是长披麻皴一个基本画法，但是为了协调也仍旧用线大多是用较粗壮的线略长一点把它画出来就行了。当然在这样的皴的基础上，一般的都应该有一些个点来辅助，就是尖皴带点，
带擦，或者是最后还带染，这样使得我们的村的山石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边村边加上一些辅助动作，让它丰富起来。这是一种长披麻村，是披麻村类的常用的一种。这种村法呢，常常辅助于一些个类与披麻村笔法相关的远山，类似像这样的披麻，更大大笔头的，这样画出它的前后关系来，以衬托，用这样一些淡墨来衬托线类的村，前面线比较亮的村法，形成一定的空间。在做基本练习的时候，我们强调要有一种绘画意识，每一张画，每一个批这个练习的稿，练习稿都应该讲究一下这样的构图，这样的画面，力求画面完整均衡，不是不把这个练习随便。有的同学初学的时候胆子很小，他们经常是一张纸中间画两个小馒头一样的山石，这样的气质一定要改正，不然的话越画越小气，越画越不敢画。我现在仅仅是画的笔法，最后我要在某一张典型的披麻村法的这个重点示范里边要讲一下下面的村染和染的过程，这样我就不一一的再做那样的示范。下面我再给画另外一种村法的笔法，基本笔法。下面我给大家示范披麻村类的另外一种村法，叫牛毛村。这是元朝的一位很有创意的画家，叫王猛，他创造一种画法。这种画法以描写山上有很厚的草啊、灌木啊那样的植被的一种山，和刚才我讲的一样，仍旧是我们先画一下山石的基本结构，这个皴法呢要勾的再具体一些，要用线勾出山体的体积来，然后开始用笔尖不太聚拢的笔尖，能够有一点飞白的笔尖，画很细小的这样的皴。最后达到的效果是毛茸茸的，就对了。注意塑造体积，塑造山体的体积。以干笔为最初效果，我们把刚才在开始画的时候笔比较实的部分用干笔在里面再混一混，这样形成的体积感就更好一些。我现在用的这是一支山麻笔，是属于硬毫类的软笔，硬毫之中较软的笔。它经常能够画一阵子以后就出现一些个干笔，很好使。注意中间亮一些。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呢，不太强调光源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来，而是强调上阳下阴这样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呢，就使得我们画的时候上面留一些白，中间部分留的白一些，
以塑造它的体积为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古人在论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提到说，光线有和没有物体都是存在的，不用画光线，因为光线它是变化的，我们不画变化的，我们画稳固而不动的。当然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形成这样一种画体积的观念呢，是这样来的。这比刚才我没有蘸墨，我蘸了一点水，目的是为了使皴上去的线条有一些变化，现在不是染而是皴染，有染意，但是是皴。这样较淡的墨上去以后，就更有一种很形象的，就所谓牛毛的这种感觉了，如牛毛一般的柔软和覆盖的蓬松而厚实，但又不是很高的树木，也不是很高的乔木和灌木，而是高草和低草的感觉，充满了草的山坡。再蘸一些水，笔法不变，仍旧是这样一直画下去。而画的是用积墨的办法，一层一层往上积累，一层一层往上积累，那么也附着于一些个点儿来帮助形象的塑造，因为点儿是每一张画里边都必不可少的。我们常常讲画山水画，不要忘了皴擦点染，把皴放在第一，擦摆在第二，点和染放在后面，因为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点才染。啊，我就不再深入的去画它，大致上是这样一种笔法。这是牛毛皴。下面我再给大家画另外一种皴法。另外一种皴法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位著名的大画家，明代的唐寅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个方法呢是线类的，但是呢它是和这个侧锋画斧劈皴有些个相结合，叫乱麻皴。它是用分了叉的笔，去表现山石的体积。那么和披麻皴比较有一些相近的地方呢，就在于他用的这些线。有的时候他的线甚至于不怕交叉，这是唐伯虎的创造。一般的讲技法的人把唐伯虎归结为是北宗披麻皴类的画家，近些年黄秋元先生把他的画法称之为乱麻皴，有一定道理。我们昨天曾经画过柏树的枝干，柏树的干上的纹路有些乱麻皴的感觉，可以
加强一下这方面的理解吧，参照理解。这是乱麻村的笔法。我是为了想演衬一下前面的重墨村的墨，而用一个淡墨在后面，以乱麻村的笔法相匹配，形成一个有一定的构图感的一张画。那么和刚才一样，要形成习惯，在适当的位置，在村以后点一点点，也不是必须点的，但是应该养成一种一定要把村这种手法在表现石头的时候达到厚重丰富的这个目的，要有这样一种美的追求，厚重的美，丰富的美。好，这是乱麻村法，就画完了。下面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另外一种泛属于披麻村类的村法，叫做荷叶村。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像荷叶的筋脉。我们看到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上面留下的那些个沟沟壑壑，和上的一些个像线一样的那种流水的痕迹，就很有荷叶的感觉。当然这仅仅是个比喻，我们画的时候呢，还尽可能的去脑袋里边想到我画的是山石啊。下面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和刚才方法一样，先画一下要画的山石的轮廓。我们每个人都见过荷叶，荷叶上的筋脉是一条主筋脉，然后相分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在真正画起来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描摹荷叶的筋脉，而是以画下来山石的体积为本。在《芥子园花传》中，他在画到荷叶村的时候，他画的过于像荷叶的筋脉了，这样呢，容易引起误导。希望大家注意，还是去刻画的是山石的结构和体积，而不是画荷叶筋脉。比喻总是，有欠妥之处。刚才我讲了基本的披麻村的村法是不要平衡不要交叉的，可是在荷叶村里边呢，它就可以交叉了，有一些个乱麻村的意象，也有一些和这个斧劈村相
相同的地方。擦，皴擦点染，擦。同一类的笔法，相当于像同一类的戏，比如秦腔，到处都是用的秦腔的语言。不要在这个里边加上一些个别的皴法，这样呢，就很容易让人错觉，这不是一个地方，啊，这不是一种地理地貌。我刚才画这个，因为地方的原因，这底下应该有一些小的坡脚上的一些山石的感觉，但这个感觉呢，仍旧是用荷叶皴的皴法。这个荷叶皴的皴法呢，也可以点上几个点啊，或者是干擦几下啊。但是擦的时候呢，无论如何要见笔。比如说，我用擦的笔法去画一下远山，在勾的时候呢，仍旧以荷叶皴的笔法来去皴它，这样语言就是同一个调子，是和谐的。好，这就是荷叶皴的皴法。点点不可以点的东倒西歪点，点都要点的一致，因为自然界的植物它在生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是荷叶皴的皴法的演示范，下面我再给大家画一下云头皴。云头皴，云头皴顾名思义，像画云朵一样。大部是为了描写像火成岩一样一类的东西，像火山熔岩呐。然后用披麻皴的皴法来去画它的结构，用笔旋转的，记住留住这几块白，这样便于刻画出它的体积来。在大的变化中要有一些小的变化，以示山石表面的小的起伏，小的块垒。画披麻皴的
用笔的笔法的基本要领，就像我刚才这样的动势，是虚出虚入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有一个提前的动作，提前的动作在这儿，入纸的时候在这儿，有一个后的动作到这儿，这样才能够使画面所画的线条不至于跳出来。如果我们做一个比方，我们是由画一个像披麻村像斧皮村一样顿挫的线在这里面，立即这个线就不和谐了，这个是千万要记住的。小的石块也要和大的石块、大的山体或者大巨大的岩石要相和谐。外围可以用一点非常重的胶墨来画一画。我在教学的过程中主张每一个搞基本练习的人，在画任何一张小画或者是一个小的练习，一块石头也要讲究一下构图，甚至于想到题字在什么地方啊，山石的主体在什么地方，一定要养成一种构图观念。你是在画一张画，构图是至关重要的，要养成一种意识。以擦的用笔，干笔在里边丰富它的内容，丰富这样皴法的内容。这个皴法呢，画起来，比较难，初学的人很不容易把握住它的体积感，那么多多练习，就会达到目的的。现在我这个是用的干笔。干笔去丰富这个云头村的内容。好，这是云头村的基本用笔方法啊，也可以在里面点一些点儿，也不见得都是同类的竖向点，可以点一些横点，这样和云头村可能更和谐一些吧。这些个形式感的意识，希望每一个初学的人多多体会，多多试验，自己在提高修养的同时去探讨形式美的真谛，这样呢就会在提高修养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画艺。好，这是云头村的画法。下面我们以披麻村类的繁头皴法来画一张山水画。所说的繁头皴，繁头是指的山顶上由于水土的流失留下来的一些个石块，
披麻村中是大约是元朝一位著名画家叫黄公望，他山头上多矾头，比较多的注意画法的和谐。既然是披麻村类的，就不要忘了用线去造型，去塑造山体的结构形象。用笔的时候注意，一支笔蘸了墨了，蘸了水了，要一直用下去。笔上很干了，没关系，放慢点速度，要把笔上的水充分的用上。实在画不出来了，先蘸墨，先蘸水，不要再蘸墨，这样可以使你的笔上的颜色充满了变化。不要轻易的把笔洗掉。一个有素养的画家，画完了之后，他的笔洗应该是清水，不应该是一盘黑汤。由于我们自身的生长结构的原因，当我们画到这半边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别扭，要学会这样的动作。从现在开始，要注意画面的互相演衬关系。注意现在画面所有的内容，如何成就一幅完整构图的绘画。
上面有些干了，可以水比上水分稍微大一些，画出需要种的地方。初学画画的人往往把远山都给处理成是浅颜色的，概念里边认为，远处的自然是模糊的，近处的自然是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一片云过去遮住了某一个山，那个山是黑乎乎的。这样，大自然里边的变化是非常多的，不要这个概念化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这里我们处理成一块一条浮水流下来，现在所画的内容主要是画出前后相互映衬的关系，后面已经有着重颜色一一的往前推进，互相衬托。很多初学的人很容易把线条放到这里以后，这画心山的中心部分就留下白的了，这样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山体，那么画下去，把它的内容画充实了，把山塑造的比较具体，特别是前面的这些山体，那么这块如果我们想留的话，那也是下半部就是塑造云的外端的形象了，为云的外轮廓。那么有这样的云的外轮廓呢，山间有些云就会感觉到山势很高。瀑布流下来，中间有云段，就不知其下落下去千丈高，也未可估计，所以呢，这个是，底下画上一些云朵、云气比较好。擦一擦，擦出它的大关系来。近处的山体上应该有一些点景的建筑啊，像这样的地方画一点小房子，可以是留待游人去观瀑布的地方。
房顶画黑了，因为背景是亮的。点景的地方不要一味求险，要让人感觉到站在那里挺安全。不要两边很对称，那边两间房子，这边还是两间，要求得变化。披麻村的山体上应该有一些长得很直立的树，这些树因为水草丰美，没有什么更多的求取或受伤害的结疤，可以前面的树有树干，后面的树没有树干，以前面的树做提示，说明后边的树是和这里同一片林。近处的树有，就中景的树有干有枝，而近景的树呢，就应该画的要比远景的树更具体一些，有具体的干，有具体的枝，有具体的叶状的描写。在重要的地方呢，还可以有一点儿很精致的树的描写，这样可以把距离拉近。
稍加淡漠然，加强整体关系。擦一擦，擦一擦整体关系。擦是很重要的，擦是使得画面整体感很明确，很丰富。好，这样一幅墨笔的山水就算画完了。下面在它的构图上的右上角提上几个字，就再盖上图章就完整了。泊舟听涛图，他在这儿停下来听山那面的涛的声音。好，一幅墨笔山水，以樊头村为主的县的村法
的山水画就算画完了。这幅画是以县内的村法凡头村的村法来做示范而画的一幅山水画。这幅山水画它的基本构思是画中近中远中远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不同的用笔的方式，比如近处的村子很狂放，靠近一点的村多留了几块白，远处的略少留几块白，到了最远的地方用灰颜色衬托着，这样层层一层比一层整体感强的推出去啊，形成一种咫尺千里的感觉，这是在技法上的目的。另外在构思上的目的呢，就是把铺水的流声放到这个山体的右面，把播舟的人放在了这个整个画面的左下角，那么才点出了隔着山听铺水流水的这种声音。古时候讲这个房子附近有铺水，经常提傍村傍村终日雷啊，这个终日都有这个有雷声，而且呢这个好像是每天都有这个细雨蒙蒙的这样一些个感受啊。这就是这幅画的从构图上和技法上的一个基本意图吧。希望每一个在练习县类皴法的人，你尽可能的把书上所介绍的那些皴法按照这样一种行云流水式的用笔的这个方法，比如刚才我讲的虚出虚入啊，或者是这个不要交叉不要平行啊，这些要领记住，然后比较多的练习。更重要的是在练习这些技法的时候，要多多的注意去面对大自然，去揣摩，去思考，去想一想古时候人的披麻皴法有什么，有多强的表现力，你用这样的皴法能不能画出你面对的这样的山这样的水啊，这样的村落人家。如果你认为还欠缺，那么好，把你的感受变成你的笔法画出来，多多的试验，会出现你自己特殊的风格和这个你的更漂亮的画幅，这样你会比较多的强调出你的个性来，这样就你就发展了古人的画法，丰富了传统山水画的技法。好。